大王如何会到他办公室？动不动就诅咒别人去死！庆祝庆祝！有什么好庆祝的？整个事件的人物关系都在这儿呢。这是审讯吗？去死吧！死期将至，手游的名字吗？白之相这个乌龟王八蛋怎么还不去？姜字儿怎么写？都什么时候了，这个都能搞错？ 我要开除我吧，嘿嘿，小时候啊，习过 OK。各位平时在公司受到我哥的，这么简单的事都做不好吗？我真是一个平易近人的上司。去死吧！勇敢面对霸王鹅吧，加油！不要打中我的脏事。哎，你是不是有病？我指控产品部的员工李如东触碰了我的肌肤，对本人进行了性骚扰。我掐死这只霸王鹅！不许叫我霸王鹅！哦，你就是那个霸王鹅对吧？我没有缺点，全是优点。这段时间我老有幻觉，这至少是个精神分裂情况。别人诅咒你，你损，你陷入时间循环，你自己玩吗？白振强的字典里没有输这个词，一切尽在掌握之中。我白振强，那就是白叫。只要真相水落石出，钓出大鱼，那我就是胜利者。